退休之后想要一款房车自驾旅居，要安全实用，还要好停好开，关键价格不能太贵，性价比一定要高。那中凯这款房车一定是首选，江铃福顺底盘打造的 B 型小房车，20万左右就可以拉下。2.0T 的柴油发动机 ，8AT 自动挡变速箱，车长5998，车宽2098，车高2700，蓝牌 C 证可驾驶，正常的普通车位刚好可以停放。车上自带倒车影像和倒车雷达，无需担心倒车入库问题。车外有遮阳棚和柴油抽拉灶，像煎炒类的中餐可以在车外进行。为了方便老人和小孩上下车，特意在中门位置加了电动踏板，很贴心。内饰也是当下很流行、很实用的设计。车上左边是室内厨房、微波炉、电磁炉、洗手池和冰箱。旁边是推拉式的卫生间，可以放置便携式的马桶、洗手池、淋浴花洒都有。对面是四人对卡座，中间可升降的小桌板，整个方岛还能拼成一张2米1×90公分的单人床。最后面是2米×1.4米的固定后横床，轻松睡下两个成年人。长途旅居，充足的储物空间很重要，所以床下预留了很多的空间放行李。车顶也做了很多吊柜。整车标配有118升的清水、55升的灰水、5度电，可以加装到10度电。想要详细配置和具体的价格，可以私信或评论区找我。